说吧，你们说吧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完了，十四个，完了，十五个。忘了你去年在大明湖畔答应的跳女团了。或者你拍视频了？啊，给谁拍？给你。给我拍啥视频？哎呀，这个真没算过，这个也不电击啊，主要是解解嘴馋嘛。这个能吃不饱吧？啊？三盒还吃不饱了？你猜这一盒里还有多少个小龙虾？猜对了，猜对呢，你可以提一个要求满足你。如果你猜错了，然后我们要提一个要求，你要满足我们吃饭。有意思吗？我怎么能猜对？剩下三个。三个，嗯，这样吧，你们猜吧，你们猜对了，我答应你们的；猜错了，答应我的。真的吗？啊，多少？你们二十，就是说17个、23个都算对。17到23都算是吧？这是个坑，哇塞！一个，两个，快救星！三个，谁来帮帮我？四个。五个，这是五个啊！你刚吃那个算一个呀？五个，六个，算不算？到最后再看。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，十一个，十二个，十三个，完了，十四个，完了，十五个，十六个。17个，18个，19个，20，21个。怎么样？剩下三个浮动呀？不是，这谁点的？不是我们点的。你说吧，你们说吧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咱们开吃播吧。哎呀，哎呀。手机空间足吗？你们放心吧。哎，咱们再猜一个东西呗。再猜个什么？你猜这巧克力有几块？两块。猜对了，你要答应我们一件事情；猜错了，我们答应你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你就说你想干嘛？你说这两块我看了半天了，我说谁吃下剩两块放我房间，这是谁？有什么事您说话。好的，你欠我们一个任务。什么？先欠着，我回去征集一下。这是个坑，哇塞。对。